意思吗？哪里关？哪里关？上台就踢我的东西，就是要踢你的，就怎么样？指我啊！指你就怎么样？哎，我就指你啊！哎，给我走开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哎！等一下，我就……哎哎哎！哎呦！把我东西捡起来！你叫我捡就捡，真的是！开这个破车以为了不起是不是？过来捡！我有钱就是了不起，你有吗？你们有？哎呦！哎呦！给我过来捡不捡？不捡！这么大个路你过不了，非要在这里拽啊！一下来就差点就把我吓到掉到下面去了。为什么你不掉下去啊？你掉下去！上车！这个嘴会给你打了！哎呦！嘴给你打了，我跟你说！哎！哎！哎！捡不捡？捡不捡？捡捡捡不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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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这个？捡不捡？啊！捡不捡？哎！停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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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！怎么厉害？我叫人出来！叫谁出来都没用，把我的东西捡起来！你把我这个28寸的手机都摔烂了！再这逼逼，我就一巴掌，我再扇过去！我跟你说。喂，大伟，我在你们住宅里被人打了，这个水井旁边人的里，你快点出来！啊，快点啊！这个女的太暴力了。暴力啊！你再说一句。哎呦！过来，给我过来！还说我暴力啊？还说我暴力啊？干什么干？你知道吗？干我！这金花是我们村的一枝花啊，它会武功的。武动你那么大牌，你打不过的。你干嘛凶人家？他叫我挡着他路。大飞呀、啊，你怎么交这种朋友？亏你在我们村还是老实大辈。哎，对不起啊，金花，这是我表弟。你表弟了不起啊？我叫他把我的桶捡起来都不捡。捡不捡？不捡！来、啊，捡起来，跟我道歉啊！不捡了，表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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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哎呀，表哥，山呐、啊，你就帮他捡起来吧。我跟你说啊，你欺负谁不好，你欺负了我们村的金花，他是开武馆的。我哪知道啊？哪知道？嗯、哎呦，你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！进我们村你还这么嚣张，说话给我放干净点！我跟你说，你的行为还有你的举止，给我做好一点，表现好一点，不然下次我见一次我打你一次！我跟你说，啊，金花，你息怒，息怒，息怒！是这样的，我这个表弟呢，从小到大，他那个脑子是有一点点不正常的。他不正常，我比他更不正常。等一下。哎呀，你就大人有大量，原谅他一次吧。下次不能这样干了，知道了。表哥，不要打我。怎么事？把东西捡起来。辛辛苦苦担了两桶水都被你这样子搞啊！差点把我吓到跌到那个水井里面去。向人家道歉。啊，这个大问题啊，不好意思。你以为不好意思就可以了？认真点，美女，对不起啊！下次开车还要不要这样子？我明明都让你过了，你还下来在这里说。是啊，这么宽你怎么过不了啊？你还要下车冲人家干嘛？技术不行就不要开车，不要出来闯祸。哎呀，都说了，他有时候一根筋搭不上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你呀、啊，还要跟这种人绝交啦，大飞！亏你还做事情在我们村老老实实的，教这种教坏你呀、啊！到时候，哎呀，到时候我管教一下，再叫我那表姑管教一下。不过，哎呀，你也大人也不计小人过，他这种人的话，就是差一点点的那个。让他好好反省之过，回去好好教育一下。啊，真的是气死老娘了！今天、啊、对不起啊，金花。哎，金花，你的衣服！哎呀，不要碰我的，哎、碰脏我的衣服，真的是！哎呀，哎什么哎，哎呀，什么哎，哎什么哎，哎什么哎，哎什么哎，表哥，我知道错了，错！下次来你们就不敢留
老猛了，去到哪条村都不能这样子。知道了。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吧，你要去哪里？要去上网啊？去你家啊。真的是，有没有带礼物？去你家还用带礼物？不带，退回去！滚！哎，滚！今晚告诉本官，赶紧滚！是寄给我惹事。这傻表弟，哎呀，儿子，跟他绝交了，以后不让他来我家。